国你只当一名好的清道夫，又第一个就要会清垃圾，又遇到什么样的东西不该出现在马路上的，或者你就要把它拿起来除掉。你显灵啊，主！显灵！我怎么看不到你啊？我在你的心中、脑中啊！我听到你在午休的期间对我的声声呼喊，我明白你没办法把已经过世的生物当成死